癌症治療需要檢測生物標記，為病人制定合適的標靶或者免疫治療方案。傳統腫瘤組織活檢準確度是非常之高的，但相對入侵性亦都是較高，需要進行手術或者穿刺去取樣，患者都需要足夠的樣本才可以進行有關的測試。相比之下，液體活檢只是需要抽血取樣，大大減低患者的痛苦和不適，亦都能夠更加快獲得檢測結果。因此液體活檢很適合一些本身組織樣本不足夠又或者不適合做組織採樣的病人。液體活檢透過檢測血液中的腫瘤 DNA， 分析複數腫瘤的異質性，得出一個全面的檢測結果。雖然液體活檢的應用在臨床癌症的診斷來講歷史比較短，但隨著科技的發展，液體活檢現在為病人提供多一個準確的檢測選項。醫生在選擇液體活檢的時候，亦都會參照國際監管機構的認證，例如美國 FDA 核准的液體活檢全面癌症基因檢測，透過抽血取樣，可以同時檢測超過300個的癌症基因，幫助醫生為患者制定個人化的治療方案。如果你有任何疑問，請同你的主診醫生查詢。